不行哦、喔，小瓜带脆皮酥脆，哎、欸，中间还分叉、欸，好恶心哦、喔。那我们要用逗号刘海好了，韩国这很流行的啊，帅酷，看这个酷的头发，好像小瓜呆。不小心塞进了前十六强啊！哎呀，那也没办法。我那个我原本没有想要爬前十六强的，只是昨天解个任务，但解任务的途中一直赢一直赢，不知道为什么赢一赢就快进十六强，我就打了一下。因为进十六强会有个图卷，我就打了一下。你们有没有稽查过每个人的配置啊？我的对手110阿力两个鞋子，哇操！你有看过我的阿力什么配件吗？你有看过吗？85等哎、欸，我配件还没装哎、欸。我这后面100等的全部没点，空空的、喔，别投我。五哎，我顺便看一下他们的装备啊。阿力套，然后寒冰卷轴这样子，然后他没有炸寒冰，没炼材，5000攻，哇操，好扯，5000攻是怎样？5000攻有料哦、喔。然后呀，苦无跟村镇，好的。我们学习一下哦、喔，哦呦，跳一下，然后吃这个金币，然后吸吸吸吸吸吸。哦，那个图我不会跑这个、欸，我不会去吃那个磁铁，我不知道怎么吃、欸。哦，很厉害哦、喔，很厉害哦、喔。哇，对面虚弱没虚到。伤害真的高欸，他这个5000攻的伤害直接把王打爆欸，5000攻的伤害直接就可以把王打成智障欸，好扯哦。有嗡嗡嗡的声音，人没了，我操，嗡个大头鬼哦，不要再嗡了，小心点。喂，啊，这还有嗡嗡声吗？嗡嗡嗡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只要把游戏调小声点就可以把。破釜沉舟哎，哇，好屌哦、喔！阿力秒杀！我昨天只是想说顺便打一下任务，然后打到一场输为止，但一次就赢了十几场，我输不了。我中间第四场跟第五场我已经调动了，就是这个是王嘛，我打完王，我出到这里，那个人在这里，那个人还在打王，然后我跑到一半我就自己调动里面了。结果那些人，我想说啊，第四场没了，我可以休息了。就那个人走到我旁边的时候，他自杀，哎、欸，人没了。第五场。我也是，我走一走走一走啊，死了啊，算了，那反正我就不打了。就第五场那个对手一样走，被王打死，哎、欸，走刚走出王不见就不见了，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赢了这两，赢了莫名其妙的第四场跟第五场，我想说那就打一下好了，就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轻松屌，因为一场都没输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想说就想说拿个图卷，所以别看我，我就刚好遇到对手都是那种会调动会送分的、喔，重点是最后两场还遇到同一个人哦、喔，那两个人很尴尬哦、喔，他武器被我压制了、喔。白痴，谁投我赢？参赛者不能投票，去投卡托卡痛啦！你们有病哦、喔！出现的是剑之种，我们人没了，我们人没了，大家回家了，准备回家了。我一直开滑，一直开滑，就是我一直调动的时候，我看一下，看是应该是要没。我竟然，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昨天遇到就是这样子，我根本压根没想过我会赢。手就一直调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不好？我昨天遇到就是这样子，我前进前十六强就长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我的运气造就了我的实力，我不知道。他想帮我做效果，谢谢卡通哥哦。我竟然这样子进八强哦，哇，瑞野果然强，用眼睛就进八强了。奖励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我为家族争光了。我们活着没有调动，就是为家族争光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姿势，姿势我不会无伤哎、欸，出事了，我不会玩这张图无伤，我肯定要弄垃圾一手，垃圾弄死你。
问的问的。哇，老吉死徒，好刺激哦！哦，阿力飞，嘿哈，嘿哈，嘿哈，嘿啊啊，都是哪里？啊，人没了，钱钱不见了。钱钱没了，嘿，那也没办法。喂。雷顿，心态没人，心态没人。看来上帝不自在，在我这边人没了。我们等下去，我要看你是甜甜圈了、啊，太恶心了，从昨天恶心到我现在，到我现在，肯定看一下。台风这个，他这个人与世无争，但是只要提到阿力，他就一定要赢，好不好？他就一定要赢。他可以不争小黑，不争林，不争苍牙，阿力这东西，他不可能不争的。来，我开始看甜甜圈哦，看爆他哦，撞卡墙，哎、欸，朱雀，他这个是朱雀一哥哎。那我猜他有带疾风布，我猜他有带疾风布，因为如果没带疾风布，用朱雀没那么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没掉血，他没有打算在寒冰赚钱。然后这个跑图，哇，很屌哎、欸，只漏一个鱼币、欸，又学到了。OK， 这样踩，这样踩，这样踩。OK， 这个是不炸寒冰的跑法。然后从下面吃一个钱袋上来，然后跳过这个传送门进下面的传送门，可以吃到火球树，可以吃到磁铁，屌虐。OK， 然后炸一下，哎、欸，可是台风比较快、欸。哇，好想看残风，我觉得他跑的已经不错了，但残风还更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带朱雀不是为了抢移速哎，我、哦、炸寒冰，在这边炸寒冰，在这边炸寒冰会比前面炸寒冰赚吗？前面那边炸寒冰，武士那边炸寒冰，然后又可以进传送门抢速度，这不是比较快、啊？这样子是不是没有比较快？我不确定哎。哇，秒杀哎、欸！哇，残风输了、欸，为什么？我的妈，残风没了，残风被朱雀打喷了。哇哦！就说赌残风吧，就说赌残风吧。甜甜圈不可相信哦，信不得哦。事情，哇，邪皇真屌哥哎，他这个移速跑法很有料，对面赢了哎，孤城赢了，孤城正在邪皇的速度，吴村镇，村镇打蝙蝠很难打满，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的吧，哦，方琦哎，他一块。人没了，我的老大邪皇没了 ，game over 了，他这个差一块，挺尴尬的，理财失败哦，还吃了虚肉，啊，少砍到一刀，
苦屌哥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能逆转。我整个人都帮他站起来了，喜欢我真屌哥，太好了，他没有辜负我的心意。然后他们等下甜甜圈打金币嘛，我们直接赌金币赢就可以了。甜甜圈我们永远都看衰他，自从他说要抖内没有抖之后，我永远都看衰甜甜圈这个人。只要叫甜甜圈或垃圾的，都看衰，都看衰。你不觉得他那个手翘起来？翘起来，手这样子，很符合他们中二的个性吗？好的。好，开始了，我们开始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甜甜圈在场会不会搞事哦？跳滑，跳滑，跳滑，很拽哦！你最好掉个洞哦，敢不敢掉洞？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掉洞。第二个板，第三个板，第四个板，第五个板，卡滑哦，阿力比赛遇到剑图，是不是一点可看性都没有？连王都摸不到。我比较觉得邪王可能会赢，但是如果他们私底下暗自掏刀，那我就不知道。这两个人苦都抽了2组出来了，我还在三阶，而且我三阶里面三阶是四把嘛，我有一把还是300抽换的，所以我等于就是玩这游戏花了40-50万，到现在我只有3把苦，我的苦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这两个人竟然有2把苦五阶，很恶心哦。我的钱钱不都变成一堆很奇怪的东西的形状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喔，看一下这个阿力哦、喔，看一下这阿力，哇，屌飘一个！他带祝融哎，他生气哎，很气哎，他直接带祝融给你们看哎、欸，哇，这个人是不是跟我有仇？这个人是不是想打我脸？我说没人用祝融，他直接给我带祝融哦。好恶心哦！精彩，想秀祝融一发都没秀到，精彩，强了！哇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一定会玩一个让一手的戏码。下一场我建议你们赌禅风，他们一定会让一追一，然后变得关系很紧张，然后才打最后一场。你们可以赌一下禅风哦。这一届的阿力武道大会超难捡，每一个人都直接调动，到底是要捡什么？完全没有那个上一届那个打王很帅那个朱雀大绝，然后配那个球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那帅气的结束没有，每一个人都还没看到王就结束了。他们想带祝融打一下都没办法啊，他想要打我脸都没办法啊，根本看不到祝融啊，你们笑死我！哦，认真喽，认真喽，这个再认真哦，这个邪皇是认。你们看到了吗？我是不是说他们会赢？跟你们说啊，故意的，他们故意的，一定会故意的。我对他们了解实在太，希望可以，等下希望可以看到一场精彩的较量，精彩的较量。不然我觉得。这一届的阿里武道大会有满满的水，有满满的水，很危险。邪皇开市哦，邪皇开名牌哦，人没了，他一定会为了他拿了头像然后自杀哦，没了没了，太爆炸了，我的冠军头像都又离我远了一步。如果他们要比谁先死，那还要比这个箭图哦。这个箭图啊，很容易就死了，只要在这个地直接滑下去就死了。到底谁赢了？不是，原来禅风赢了，人没了，他一定是细节没拉满，调动那个速度不够快啊。啊、哦，谭峰哥，调动快一点呐、啊！高手过高，点到为止哦。代表谁？代表谁比较强？邪皇还是比较强啊，因为邪皇跑得比较快，先调动。
好了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二十年老二代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超好笑、喔。前面还好，前面还好，他前面就自己在装屌。他跟我说：“哦，我这边跑得很帅哦、喔，很厉害哦、喔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反正就这样，没失误啊。”他前面跑得没失误，很屌，很屌，是蛮厉害的。又分析一下 ，OK， 开始哦，刺激的哦、喔，这边很刺激哦、喔，这边很刺激哦、喔，看清楚了、喔，他这样子飞飞飞，然后看清楚了、喔，这一刻开始，整个人都没了。他遇到竹箭，然后人就下坠。然后逐渐飞下去，我想说他干嘛？按了一下苦，很慌。哎，他没有飞上来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还咬着手手继续飞上来。他那时候还想说赚到了，完全都不用夺板，还超快，还有餐饮可以飞进王，哇，舒服，转转转。第一个一速抵达商店，有没有屌哥一个转转转？谢谢追随人的追随，明天更美好。然后他就买了一个蝙蝠，想弄人哦，想弄人哦，哇！然后 worry worry 开始发现大事不妙、啊，下不来啊！他人物还想下去啊，村镇还乱，他以为砍完村镇人就下去了吗？啊，陷阱放出去了，结果对面没死哦，他一直抖，你看头露出来笑他两下，又下去了，他就只能在这边一直混哦。那我问他为什么不开大绝哦，还没有，我刚后来问他为什么不开大绝，他说放不了，白痴哦。干嘛超好笑？你看头又露出来笑一下、喔，他只能在这边晃了、喔，他在这边看，看着他一眼就下去了，他那只能按图喷血，然后有大绝了，然后不能放哦、喔，哇！然后我就在看到你躲吧躲很小，到底是他用飞镖，他被对面的飞镖插到没血，超好笑，然后头都不出现。他只能灯苦按一下，灯苦按一下，对，还飞得很像，他放弃了，还炸寒冰。重点是，他就差一场，他从第十八名还第十九名吧，他就差一场。哎，有人跟我讲说剩三十秒了，我先溜，反正他就被这个烟打死就死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超好笑的，超好笑的，我快受不了。